从小在台北长大的我，真的很高兴，也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能够当选台北市的杰出市民。在我的心里，这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和一份肯定。可是相对的，未来它是一个长远的责任和使命感。这几年，我持续的在推动传统戏剧新传的部分，也就是从众的面向，让文化的根不能断。传统戏剧呢，市民华园呢，一代一代穷尽我们一生的心血，努力的累积耕耘发扬后，留给我们这些后辈，也是我们的下一代最美最珍贵的资产，是这一块土地的宝物。我们透过到各个地方各个学校，每年有数十场的演讲，还有100多场的演出，开启大家对传统戏剧歌仔戏形貌有最初的认识。这些年轻的学生小朋友都是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希望的种子。当这些散落在各地的文化种子，他们成长茁壮以后，将来他们会是一股惊人的力量。当传统艺术结合了创新的元素的时候，它可以是一个理性然后很成功的带领我们的文化走上国际的舞台，这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关键。当文化结合了我们的爱心和人文的关怀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柔软而且很感性的，可以让我们所处的世界周围环境更美好。身为一个名人的我们，其实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以对社会产生很正面引导的作用，那我们的一份力量也可以唤起更多的人来开始关心那些在角落的弱势团体，开始去帮助我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地方到各大都市，甚至到国际上，包括非洲很偏远的马拉维，那些都是我们关怀的目标。希望大家都可以当做会来做，不一定是台北市的杰出市民，就有这么多使命感跟责任。其实只要你有心，我们都应该做会来做这么多很重要的工作，包括艺术文化，包括公益活动，我们互相共勉之。